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时报。美国立岩区苏族印第安原住民部落24号正式举办仪式，欢迎 NBA Celtic 的球星厄文 Kyrie Irving 回归祖先，并正式给予他部落新名字小山 Little Mountain。 厄文在仪式中也穿上了传统服饰，并依照传统仪式得到部落长老以及族人的祝福，与他同行的姐姐 Asia 同样得到新名字水牛女士。苏族长老也在现场对群众表示，我们欢迎两位部落子女回归，这是极具历史性的一刻。厄文的苏族血统来自于早逝的母亲，他在发现了母系祖先身份之后，也乐于拥抱自己的这一个部分。他不但在身上纹了部落图腾样式的刺青，更在政府与企业试图在原住民保留地新建输油管的时候，跳出来呼吁维护保留地的居民权益。去年他更捐赠了6位数字美金的款项，帮助自己族人。这场欢迎厄文回归部落的活动吸引了现场近1000人参加。他们也指出，希望借此鼓励更多有原住民血统的人认祖归宗。厄文和苏族印第安祖先关系源自于母亲伊丽莎白，她过去是苏族的白山家族，之后才被外界领养而离开部落。事实上，厄文本人也多次公开自己与母系祖先之间的连结，像是他的四代代言鞋款，其中一个款项特殊配色就在脚跟后位置设计有立岩区苏族的部落符号。上个赛季 Celtics 的开场主将海沃德在开幕战就因为脚踝90度翻船宣告整季报销，厄文则因为膝盖手术未在季后赛登场。不过在缺少两个主力的情况下， Celtics 仍以东区第二的亮眼成绩坐收。18-19赛季就要展开了， Celtics 首场将碰上76人，两人如期回归会有什么表现，势必也会引起球迷讨论。